光绪皇帝最喜欢的女人并非珍妃，而是另有其人，此女子就是江西巡抚革新的长女。后来光绪最中意的这个女子嫁给了一位世家子弟，过着正常的日子。这位女子的相貌与北京有名的名旦演员于玉琴化妆后很相似，可见当初珍妃并非光绪一见倾心的女子。